那个呢，原本没有要在这个音乐会哈，因为它是一个正式的音乐会，所以我不太敢找社区的人去哈。哎、啊，也是我第一次跟那个国乐团的合作，所以我不敢。那后来是乐团说，哎，这今年的曲目很少呢，不用管他，他往那边去。但曲目很少哈。他说：“哎，老师，可不可以再加一首？”我说：“那就唱《向太久》。”结果那个团长一听，我也是拿刚刚社区之歌的那个专辑给他，一听他说：“这个拿来当安口曲。”我说：“哦，哦，好。那但是他就是，讲一个比较，怎么讲，在编曲上面的安排哈，不要把它当成很专业哈，就是在编曲上面的安排呢。”我一直觉得小朋友是最讨喜的，那也刚好这一首歌呢，我在编的时候呢，我就希望有孩子的角色哈。那他的歌词就是在讲那个社区的生态，拉休知道是什么吗？拉休，猫头鹰，拉休。老鹰不是猫头鹰，好，猫头鹰拉休。不管你安好哦，是调皮，还是无细节，还是非常满足哦。既然徛在遮，大家可以教我。这样听得清楚吗？让我们一起快乐，那非常简单，你只要当隔壁草。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学起来。好比说，学伴奏。那刚刚讲的这些都是社区有的那个农产，哎，果树，哎，奶鸡、林根、菠萝蜜、品蓬，有没有人知道品蓬是什么？冰蹦蹦蹦，品蓬是什么？知道吗？平婆，它其实跟那个栗子一样，是可以烧烤，就是烤，那或者是皮剥下来，像莲子这样煮，甜的、咸的，那个就是品蓬。好，那个社区。有的植物，果树，那尤其那里有120还是150岁的奶鸡，你猜，百寡寡岁奶鸡阁会生无？会无？会。啊，若百寡寡年的山影阁会生无？未。山亚在迄落芦厝里，咱拄仔看迄古亭本遐吼，啊，迄落奶鸡比家，啊，像奶鸡贵生嘞。黄敏惠大人有去摘过哈。那这边的居民一直跟我鼓励说：“老师，你爱来阮家看夜景，你爱来阮家吼看，夕阳。哎”还你看我说台语不灵光哈。阮家吼。来家看已经就水耶，好，那所以也是跟居民这样子的接触，所以我把他们的农作物，把他们的地景，他们有冷泉哦，你刚才还有连爪糖跑，你在点点，还是你今天来丢，还有连爪，然后还有百寡寡岁迄个奶鸡两张，好，啊还有种品棚种足济，迄个菠萝蜜嘛足济，啊佮香蕉足济。还有油桐花，油桐花啊，油桐花也是两种说法哈。油桐花不是只有苗栗才有，他们种了一个步道，你可以去那里看桐花，很漂亮哈。好，那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向日葵》，他会把他的地缘，他有古调 K，
好，我们刚刚讲过说，吴雕 K 那边的民雄，这边是嘎义嘛，哈，他有把他的这个部分写进去，那我们来听听看。那等一下，你们要玩一次哦，嘿。谢谢大家的掌声。不过因为是 uncle 曲哈，没有彩排的很好，所以到一半就有人插进来，所以那个速度渐慢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得很好。那你们可以听到有观众的小朋友也跟着呼应啊，爱捆了哈。那就是，这个十首社区歌之歌里面哈，最可爱、最讨喜的哈，
真的是，我必须承认哈，我利用小朋友。那真的，这首曲子其实，在陆家堂，就是基督教医院新大楼的那边有表演过哈。那在中正公园，然后在，这是我们嘉义市的那个音乐厅。其实他表演过很多次，那效果都非常好，好，不管是那个效果还是那个效果都很好哈。那我很喜欢分享，是说，就像我最后跟观众讲的，你既然来了，那你就既来之则唱之。好，那所以你会觉得很难吗？你会听到那个呼应哈，观众的呼应还蛮清楚的哈，那个拉哟拉哟，对，谢谢。神呐神呐，山地山地。很讚的山地出來是坐車，你看剛才那個拉休兩隻的火金菇火金菇拼盤拼盤冷眼冷眼奶汁奶汁菠蘿蜜菠蘿蜜。很好，那你就會三分之一了，那你再會嘎咕咕嘎，你就會一半了。嘎咕咕嘎咕咕嘎嘎嘎，预备起！哇，我想全部都要。我刚刚有分男生女生，对不对？好，对不起。嘎咕咕嘎，来。嘎咕咕嘎，预备起！嘎咕咕嘎，很好啊，弘雅合唱团要成立了。嘎咕咕嘎咕咕，来。嘎咕咕嘎咕咕，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拍三下啊！嘎嘎嘎，后面要拍三下哈。所以嘎咕咕嘎咕咕嘎嘎嘎，一二三，嘎咕咕嘎咕咕嘎嘎嘎，一二三，好，唱一次就好，拜托拜托一次。嘎咕咕嘎咕咕嘎嘎嘎，拍三下，讲预备起，嘎咕咕嘎咕咕嘎嘎嘎，嘎咕咕嘎咕咕嘎嘎嘎。那整首曲子的长度其实重复最多这些东西，那就很清楚的去描述社区的东西。那嘎咕咕嘎当然就是谁的叫声，有可能是猫头鹰啊，有可能是鸽子啊，有可能好，那嘎嘎嘎就是青蛙，就很清楚。好，那刚有讲到说，我刚刚少提了一个，他们有一个石雕公园。那在做石雕公园这个计划的是一个蔡老师，好，那我觉得他有点像达文西耶，当然没到那么厉害，没有那个国际水准哈，但是他曾经做过园艺，他曾经开过画展，有画，他会写书法，他曾经受邀到花莲的石雕节。花莲有一个国际型的石雕节哦，就是一块裸石的是一块很大的那个大理石啊，什么什么啊，你现场都要捡。好，他是这号人物，所以伊那遐有一个石雕公园，遐拢是伊的作品，他是开放式的，你当去行，好，会当去遐谈恋爱。我现在一直讲这哈、個，我一直要跟你讲吼，你看今日来拢查甫的较侪，对不对？好，我们两个一个。另外那个不见了，对不对？好，那我们两个一过哈。我等下讲哈，咱今嘛拢生态拢在讲，咱要拯救濒临绝种的，不管你是白海豚啊，上面有的没有的，对不对？我常开玩笑说，有一天动物们会开会，我们要一起来拯救什么濒临绝种的人类。好，我是说真的哦。好，我是说真的。好，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在社区营造这个过程里面，我心很痛，是因为我真正去看到老年化社会的悲哀。每一个社区哈，包括在这社区营造诶，退休的老，好，我感觉你袂使讲拢是遐闲闲无代志的人，袂当安尼讲。但是真正你要做每一项代志，拢是爱时间。我真爱台语有一句话叫做“挂感情”，就
就问我感觉用什么搬？用一百块吗？不是嘛？要用啥搬？时间搬，用时间搬。好，像国信，一用时间，一用这个数据，该大概搬干净嘛？好，所以国信，你先哦，发别人听你，是因为你去北卡站照顾的。好，是这样。所以追女朋友也是一样，爱刮干净，要多花时间。国庆，你去买洗干麦用多少红牙，你要用多少老牙？那这些红牙的好朋友，可以赶快帮他分担一下哈。阿内，哎，这闲聊到这里。好，那接下来，搞咕咕嘎是真的很受欢迎哈，我也很喜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听的那个。